虽然孔刘是个，我们一开始都以为是开玩笑，对，结果他玩笑开到现在，竟然还因为孔刘很多工作代言节目，对啊，上千万，对，哇，臭不要脸，你真的好恶心，又要上班，又要礼拜六礼拜天什么，又要带他，其实蛮花体力的，最近是有点力不从心，没有，怎么会想到这个？所以跟老婆那不就是都还好，都很好，都是弄到天亮啊，屁啦，旁白哥抱抱，冒牌孔刘，梁鹤群开节目接代言赚千万，王思佳说臭不要脸的好恶心。他这样子的模仿很有特色，特色在哪里？我才需要特色。哎，12月4号过52岁生日的梁鹤群寿星强运，毛起来打造台湾孔刘形象已收割成效。他接下胡瓜的益智综艺节目主持棒，和搭档叶欣美老朋友们在发布会超闹的啦。虽然孔刘是个，我们一开始都以为是开玩笑，对，结果他玩笑开到现在，竟然还因为孔刘很多工作代言节目，对啊，上千万，对，他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发通告发梁鹤群，没有，哎、都发孔刘，对，臭不要脸，你真的好恶心。那台湾孔刘今年入账几多钱呢？1个月15集，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少，不，没有那么，哪有？爸爸说这个永远不要聊钱的部分，我都有 po 在脸书上。哦，这样还要去算了？好，我帮你算。2023年下半年出现在梁鹤群脸书置入代言影音图文如下，哎，温馨提醒，12月还没过完呢。但是人没电，是不是也要赶快来充电？好了，数完了，差不多14个。除了这个厂商跟观众朋友的支持之外，真的我要谢谢孔刘大神啊！臭不要脸，你真的好恶心。我看到有接到客户关系。有今年尾牙还蛮那个，因为疫情也都那个了嘛。接了几场？几场哦？没有那么多啦。尾牙几场？几场？蛮多场的啦。十场有吧？15。好吧。8岁，现在不要再生了，不要再生了，顺其自然啦，好不好？顺其自然，对。你有想过老婆的心情吗？老婆说要不要帮我生一个女儿？我说我如果生一个女儿的话，我可能就没有时间照顾你跟儿子喽。对，因为我会每天抱着女儿，是危险的，好厉害。因为是男生嘛，7、8岁狗都嫌，又要上班，又要礼拜六、礼拜天什么，又要带他，其实蛮花体力的。最近是有点力不从心。没有，怎么会想到这个？所以跟老婆那不就是都还好，都很好，都是弄到天亮啊。屁啦！三立娱乐新闻追剧啦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